我们新的任务是疑难武功队。你终于出现了！人民，快，姚继军！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，这国难当头，你让我现在成亲，那不合适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成亲，我就死给你看！你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 我要报仇！报仇！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。当我们被鬼子纠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跟小马趁机跑出去，一定要将情报清楚送到石家庄。是。